早安，这里是我们的后院。哎呦，隔壁的狗，我们去看隔壁的黄金猎犬。这是我们 Airbnb 的社区。今天的第一个酒庄，这间好像蛮有名的，比较多人呢。今天你看，因为昨天我们去了都没有人，不知道是我们太早吗？人家根本就还没开。过的酒庄是最漂亮的一间，这间好像比较有 feel 对吗？这间真的比较美一些，但听说也比较贵，但它很美，人也比较多。今天要来第二个山洞，可以出发喽！就会很暗，应该就拍不到了。然后走最后的需要负责关门。Of course, yeah.
油。昨天来的这个 West Philippe， 像这种 relax 的天啊，来喝酒，就喝 sparkling wine， 就哇，这些真的很好喝。所以我们今天回来继续多买几瓶，然后晚上可以喝，或者带回去。然后回到原点，2467，我们又多买了七瓶，哇，厉害！干嘛？我这边有东西让你吃。哇，你还喝水哦？哎呀，再把他吓跑了。